色微风拂过黎明，快乐的时只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，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。谁把心动模式开启，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，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，转身依然是你。听我激情诉说，Love baby 只对你说， Wait a moment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，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把握，让幸福降落。听你轻轻地说， Quando la mamma 只对你说， Hold me tight make me smile，心动是回忆沉默，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。Nothing in the world is single, 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. In one another's being mingle, why not I with thine? 丁老老莫老，对，哎，高老，高老放中间，对。童总，哎，陈主编，我已经知会了几位要好的同事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写。感谢。这几位都是业内大拿，他们会来吗？林夕说他们会到的。但都这个点了。是啊，发布会都快开始了，还没动静。这五位哪怕来一位都足以炸场，等等看吧。行吗？好。林总监。羽翼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华生的人请来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亡羊补牢啊？我看啊，是黔驴技穷，把我们叫过来，多半是想收买我们。不会吧？我参加过1.0的发布会，肖总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们先来听段录音。羽翼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华生的人请来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亡羊补牢啊？我看啊，是黔驴技穷，把我们叫过来，多半是想收买我们。不会吧？我参加过1.0的发布会，肖总不是那样的人。这间会议室里啊，有许多隐藏的声音设备，大家的对话都能实时录制。肖总，这是我们私下的吐槽，这不犯法吧？如果肖总您觉得我们的谈话冒犯到了您，我们可以道歉。但今天那么多媒体来到这里，是想要听羽翼的解释啊。各位，刚才录音中的两位记者的对话，你能听出他们是什么性格吗？这什么意思呀？田哥看明白了吗？等着看好戏吧。一位保守谨慎，一位脑筋活络。请你们二位大声地读一下大屏幕上的内容。今天的晚餐真好吃，让人食指大动，大快朵颐。The dinner is delicious. I really enjoyed it.
今天的晚餐真好吃，让人食指大动，大快朵颐。Wow, the dinner looks so good. I just want to pick out it up and enjoy myself. 为什么同一句话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反应？黑科技吧。这个就是人格反应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拨冗前来，语义正式推出2.0版翻译机。它会契合用户自身的个性和说话方式，匹配出精准无误并且独一无二的译文。请问肖总，除了在芯片上有突破创新之外，我看这款的外观设计似乎也有变化，请问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？陈主编到顶上路还会给肖总电话。的确如此，它更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我在说话的同时，你也能看到屏幕上的文字。翻译机呢，是我们生活的辅助，但我更希望它会成为一个会全球语言、能够自主思考、符合人物个性的另一个自己。肖总您好，据我所知，语义现在深陷舆论风暴。虽然您推出了人格翻译这张王牌，但让外界诟病的是，您在1.0的发布会上用译员的翻译冒充机器翻译。肖总，您可不能避重就轻啊。是啊，是真的。今天，语义会为大家带来一场现场翻译的展示。华生将会配合语义进行一场人格翻译的 PK， 还希望在座的媒体朋友们的镜头为我们做个见证。谁知道语义是不是提前把文稿给了你们？这当中的猫腻谁能说得准呢？要是由我们来监督呢？哇塞，你快看，是莫秀群。这些都是什么人呢？这些都是翻译机的大拿呀。抱歉啊，我来晚了。这个老家伙来督战，大家对公平与否不会再质疑了吧？几位翻译界的泰斗前来坐镇，我们晚辈自当心悦诚服。如果这样还质疑，那只能说明有些人别有用心了。是啊是啊，有五位老师前来督战，我们都心悦诚服。老师请坐。为了证明我们这次翻译的真实性，我们请老师们随机为我们挑选片段。高教授，您请。那我们还是选沈从文的作品吧。高教授，您看选择哪篇？那就这篇吧。好。杨家碾房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，堡子位置在山湾里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，平平的流，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，
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房。Someone leveraged it very early to build a stone mill at Rapids. 雨衣二点零的确是提速了，真快啊！Young's mill sat at the roadside down the mountain spur.Few hundred yards away from town. The town nestled by a creek in the crook of the mountain, and the calm flow drifting along the foothills suddenly became a raging torrent when it made a turn at the spur, of which the locals had taken advantage long ago by building a stone mill over the rapids.这篇节选啊，融写实、记梦、象征于一体，语言格调古朴，句式简俏，同时呢，它还有浓郁的地方色彩。比如说像“堡”字这种词，现在就很少用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翻译起来非常具有难度。语于天下二点零。反应敏捷，用词精准，不容易。华生翻译用词非常的考究，而且把作者的浪漫主义啊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两者各有千秋。后生可畏。请客，对，老高必须得请客。好好，是好，好好，咱们喝茶，喝茶也行，也行。也行老师们，各位老师，请等一下。今天真的特别感谢各位教授能够来为我们仗义执言，真的谢谢了。客气了。你这外孙女这么优秀，真像你年轻的时候啊。行了，别捧杀她了啊，走吧。是啊，在各位教授面前，那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。老高啊，这外孙女年轻漂亮，优秀还谦逊，我真是羡慕死你了。行了，走吧走吧。啊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我们走走走。有空回去吃饭。谢谢外公。之前有一次发布会，主办方花了天价邀请高教授，他都拒而不见。这次他是为了你。哎，你说危机解除了，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呀？啊，我最近熬夜加班没胃口，你们吃吧。我也是，我回去赶稿的，你们去吧。那既然大家都累了，就过几天再庆祝吧。老魏，开车吧。
莎莎坐我那辆吧。我有问题想向程瑶请教，我和你们一辆车。莎莎，哎，你中午吃什么？好吧，我不吃了，我没胃口。哎，要不要点个东西吃？不用。要给老肖做48小时的纪录片。嗯，自从上一次发布会之后，一城的流量数据很高。后续与其你们请代言人，不如就让一城给自己的产品带货。这话你可别被他听到，否则他就该骄傲了。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赶紧筹备了。趁着现在这次发布会上引发的轰动，我们再顺势推出深度纪录片，宣传效果一定很好。那我就先谢谢陈大主编了。您客气，走吧。如你所想，现在舆论彻底倒向华生和羽翼了。羽翼的反击又狠又飒，不错。这一次能够成功，恐怕还应该感谢一个人吧。高教授还是紧张你的。于公于私都应该上门拜访一下人家。你什么时候当居委会大妈了？你不是自诩恩怨分明吗？怎么到人家高教授不作数了？知道了。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莎莎很奇怪？有吗？我觉得他总躲着我。是不是你凶人家了，给人家吓的？应该不会吧。大家在一起工作，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应该聊开了嘛。等我找时间了解了解。哎，不用。哎，你这个人有点奇怪啊，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女下属的心情了？喜欢她？我有女朋友。你那女朋友不就是为了应付父母的协议女友吗？你们俩在一起半年，见了4次吧，3次还是为了跟父母演戏，有意思吗你？哎，林夕，你别瞎说啊，你这么说对你表妹的名誉不好。说什么了？走了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我的鞋不能碰水，皮底进水就废了。皮底的鞋？这双多少钱？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女下属的心情了？喜欢她？我真没那意思。解释就是掩饰。小西，你来了。高教授在吗？啊，一帆风在呢。对了，你那个朋友也在。
进来。其实呢，这个太极的奥义啊，只有那么两句话：降推用意中和在，益寿延年不老春。受教了，我之前也学过半年太极，但是都是皮毛而已。是是，林夕。哎，高教授，坐吧。谢谢您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，王之子吗？怎么，你们两个是事先商量好的吧？这开场白都一样啊。来，喝咖啡。小西，这是送你外公的吧？高教授，快打开给我们看看。看看吧。你们俩真的没有通过气儿吗？这个是小肖帮我搞到的全谱的孤本，你看看。啊，这是我跟林夕的默契。啊，这个太极剑呢，是太极的高级课程，目前我还学不到啊。高教授，您明年不是要上太极剑课吗？正好用得上。那就先放一放吧。小肖啊，你的这个新版本上提到了人格翻译，非常好啊。是林夕给我的灵感啊。不过呢，智能翻译啊，只是一个辅助和基础，真正要达到信达雅，还是要意愿来翻译的。明白。咱们先不说别的啊，就拿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吧，你的翻译机未必就能够达到精准的表达，对吧？是，我们正在力争完善。这个翻译啊，就跟太极一样，需要阴阳平衡，人工和智能也是需要平衡的。高教授，肖总在设立之初就已经收集了海量的术语以及各个领域的平行语料，从单词到句子再到篇章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语料库，所以智能翻译的系统，它的数据基础是非常扎实的。但是我没有把人工和智能对立起来啊。我们还有工作，那就今天先告辞了。怎么，你们要过河拆桥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为你们好啊。对，林夕，我觉得高教授说的特别有道理，我简直是醍醐灌顶了。小夕啊，你看看，有很多方面你要向肖总好好学习啊。哎，高教授，您谬赞了，我们呢确实还有工作要谈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好，告辞。先走吧。哎，你要拿哪儿去啊？放储物间啊。别动，一会儿我自己处理。天哥，你怎么来了？
西姐说你病了，你怎么不在家休息啊？我没事。可是你脸色真的很差，没事吗？没事。莎莎呢？哦，莎莎有些译文的推销上吃不准，去请教笔译部的徐老了。基本上都可以啊。嗯。啊，就是把最后这句话的这个时间再明确一下，好，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这个词儿的话，我是不是需要？过来一下。哦，那徐老师，我一会儿再来请教您。好。陈教授搞的那边怎么样了？马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已经解决了。最近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。稿子出问题了，你去请教陈吉教授，去笔译部请教徐老，就是不来问我，对我有意见啊？莎莎，我这个人呢，说话做事都比较直接。你要是觉得我得罪你了，你得直接告诉我。不是，怎么会呢，天哥，你平时都很照顾我。我们的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李希不在家，我是来找你的。进来吧，把门带上。下次来别人家，记得自己带双拖鞋啊。说吧，肖总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直播我看了，谢了。什么直播呀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给羽翼洗白的那个 UP 主是你吧？想什么呢，肖一场？我怎么可能给羽翼洗白？恨不得多踩两脚。那个 UP 主手表的颜色和款式跟你的一模一样。人有相似，表有相同，不足为奇。那你是不是还想说，账号相同，是因为有人盗了号？也是有可能的嘛。你就这么做好事不留名啊？肖一成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作多情啊？我可是踩过羽翼的人。而且啊，今时今日，此时此刻，我再次跟你声明一下我的观点：机器翻译永远干不过人工翻译。那个 UP 主也是这么说的。真巧哈。程耀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今天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智能翻译，明天就可以对付人工翻译。肖一成，让内壁先安外，你先去解决掉这些家伙，咱们的账后算。所以就是你对吧？是我，但是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证明机器翻译它确实达不到信达雅，我绝对不是在帮你啊。行，不管怎么说，谢了，我欠你个人情。你等一下。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，肖一成，在我这儿呢，你是个有意思的对手。
我见不得那些人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把你给打败了。你要是输，也只能输在我程耀的手里。可不要提前歇菜哦。放心吧，在我没追到林夕之前，我是不会歇菜的。萧玉成，我就不应该同情你。程耀，在工作上，我们或许是不错的合作伙伴，但是对林夕，我赢定了。那就凭实力说话喽，奉陪到底。把门给我带上。什么？你愿意参加比赛了 ？Nice， 只要你出马，肯定能灭那歪歪的傲气。山中无老虎，他猴子还成大王。灭。对了，姚哥，你是怎么想着改变族裔的？那个萧一成，以为把林心骗到了山上就叫做浪吧。我，要在赛场上获得冠军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林心表白，我要让萧医生知道，什么才叫真正的浪漫。所以，你到底是要跟小姐姐表白，还是要跟萧医生 battle 啊？这有什么区别啊？好像是没有什么区别。啊。有事啊？我那天有好几个会呢，估计不行。我知道，那天上午10点茂业集团的签约，那天下午1点明星乳业的发布会。但是发布会3点前就能结束，从发布会的现场到比赛现场只需要18分钟，而我的比赛是3点半才开始。林夕，滑板是我交朋友的方式。咱们两个之间认识也是因为滑板开始的。不论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不希望失去你这个朋友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来。那我先走了。欢迎各位来到海湾滑板交流赛的比赛现场，让我们好好玩，放肆野！为你所爱的选手欢呼，为 YY 欢呼，为程耀欢呼，各位！滑板让我们躁动整个夏天，来吧，朋友们，一起欢呼，各位！热身起来，热身起来，掌声再次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各位！将是我们所期待的场面，最帅的样子，最火热的今天，让我们好好玩，好好玩，为我们所爱的滑板鼓掌，为我们所爱的选手欢呼！快呀！各位选手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这是你们的时间。今天让我们一起嗨起来，各位，来吧，来吧，热身起来，热身起来，快快快快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各位！六哥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，你再找什么？来起来吧，各位，继续继续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要开始了。比赛马上开始，各位选手请就位。哎，耀哥，我先过去了。来吧，准备起来。Thank you.
Big Day， 肯定要来支持啊！是不是要开始了？你赶紧去啊！加油！明心，这位朋友，如果我获得了冠军，送我一个礼物吧。快去吧。好，第一位选手准备。看起来这一下好像摔得够呛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够继续完成比赛。应该没事吧？他好像摔得很严重啊。加油加油，程耀加油！程耀站起来了！哥，哥们儿，挺变态啊！
都这样了，还赢啊？你不懂。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帅帅！接下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有请我们的冠军在场地内留下属于他的荣誉勋章。这个呀，就跟星光大道留手掌印一样，滑板冠军啊也可以留下自己的印记。我记得以前啊，有人留手印、脚印，甚至还有人留唇印的呢。不知道今年陈耀会留什么？今天来到我的冠军赛，但是今天这个冠军呢，他属于一个人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不会坚持到现在。林夕，你答应要送我一个礼物，我想要的礼物就是让你成为我的女朋友。程耀，对不起。是因为他吗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恭喜你。
记得。